镜头转来看国内，偏黑的胶布粪扫掩埋场，昨发生火烧山，已经烧超过17点钟啊！消防队继续利用大量的海水来拍火，卡便影响到民生用水。不过，也是有不少民众去反映讲有霉味。目前监控起来，空气品质是被危害到人类的。嘿，伊伫咧炭烧，面积有7000平方公尺，或者位伫个偏黑里岛的吉贝安排场，一直清出硝烟。这场火对拜六下晡炭烧到礼拜早起也被完全控制，吸收超过17点钟。废弃物底部有沼气存在，及挖掘机动线不佳，无法进入协助抢救。虽然火势一度有控制，但后续仍有复燃情形。平湖县消防局讲，安排场内底粪扫吸收，又阁拄到一层一直贴起去，有积沼气。要入去屋上下边的粪扫有困难，只好下拍是阁倒起来，袂少人闻到臭味。管护讲，空气品质是无好样，也增加人员去拍火，也因为烦恼当地民生用水用了，因海水来拍火。都是以我们垃圾掩埋的这个来做一个处理。那在这个部分，也希望说在离岛这个垃圾处理上面，希望能够有多一点的配套措施，才能够避免我们的这些我们的火灾的发生。吉贝是偏黑有名的观光景点，岛上民众超过1000人，粪扫拢是新坑安排场。后烧山运到偏黑了，接一中运转到台湾焚化炉烧。这摆火灾也和民意代表呼吁管护重视防灾配套计划，以免影响当地民众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